在数字化车间，通过网络，机床和机床之间，工序和工序之间，都在用最标准的数据进行最稳定的交流。这是比对仪，它是相当于是在线三坐标测量设备，它取代了传统的人工用卡规、用游标卡式这些测量方式。我编好程之后，它自动全部测量数值出来之后，我在电脑终端有一个分析软件，就可以实时监控它的那个动态变化，然后把这个测量的数据反馈到我的加工中心上。哦，相当于它跟加工设备两个是有沟通的啊，全部都是有沟通的。全新的生产车间给爱好轻武器历史的杨恒带来了巨大的冲击，这种冲击比体验重机枪射击还要大。他一时无法想象这样的智能化工厂究竟会生产出怎样的新时代武器。